让我们有请金飞和陈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，请公布票数。梦的作品已经很棒了，于大爷又来给助阵，这个肯定应该冠军了。为什么我一直看他节目看到现在，我觉得他的相声是非常稳的。如果说我心中冠军就是孟鹤堂。金飞陈曦131票，孟鹤堂周九良128票，恭喜金飞陈曦暂时排列第一，请到待定席就座。这个目前看就无缘总冠军了啊，心里怎么样啊？心情还算可以吧，就您老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挺好的，能走到最后的总决赛，这已经是我们所有的喜剧人都成功了。好吧，哎，辛苦你们两个了啊。不是冠军在接力，我们是在相声在接力。饼哥把这接力棒给咱们了，咱们把这个接力棒给金飞陈曦了。对，我们希望金飞陈曦继续走下去，接好这个接力棒。